这一定不是虫害的。哎，不可能这样啊！它表面跟那个，这是它的梗。它这里还有很多刮痕，而且它根都已经表面都没。不是有那棵树吗？对啊，就有嘛。可是我记得树根就是这边，然后这边好像就有很多的。树根受伤，板根是固定的，树根是下面那个吸收的。那你不说板根是吸收的？是在许多地上的树都有相同的问题，比如说树根有受伤、有裂痕，像这里还有这里。我们猜测是外力的影响，我们要继续做研究。警官准备请问一下，他们什么时候会来割草？他们一个月来割草一次，差不多每个月的月初。像这样的伤痕，经过我们调查发现，有可能是工人在除草的时候不小心弄到这些树的。我们可以把想到的点子贴在上面，例如设立告示牌提醒居民不要破坏树干或树根，设立保护线，差不多吧。环保材料，可行度三、二、一、五、十五加上七，十九嘛。十五加七，二十二。哦，好高。二。保护树木的程度三、二、一，三分。十分了，你们十。可是我觉得你们，可是我觉得可以把它全部混在一起。我们把这三个把 A、B 跟 E 全部混在一起。A、B 组选一个。A 的话，要 A 的举手。是 A 跟 D 跟 A 跟 B 跟 D 选一个吗？对，要 A 的举手。最后我们决定做一款护树精灵，用回收的南瓜跟一条麻绳做成结界。我们还要用机器人来守护树木。然后放在大树那边保护我们的树，避免除草人破坏到我们的树木。我们要从这边开始改吗？这一整个装上去吗？耶、好，门右边按一下，右上中上右上中中不够吧？我不会到，好厉害！我没有。为了保护树根，我们设计了一个机器人，提醒工人在除草的时候不要靠近它。只要有人靠近它，就会发出动物的叫声。我们请人来试试看。彩虹树小精灵是有八个空的回收牛奶罐跟一条麻绳，还有两台护树机器人所组成。这个机器功能主要是为了防止在这边除草的人破坏到我们的树根，所以我们希望这款护树小精灵可以永远守护着这边的大树，不被破坏，快乐的成长。